好心人等待的过程当中呢，可以帮我玩一下这个小游戏，那如果都答对的话呢，就可以获得我们额外的餐点喽。来，各位客人哦，请先把你的手机给收起来，然后呢，拿到考卷帮我写上你的名字，把准考证夹在右上角，千万不要忘记了。他们考试时间限时100分钟，答错话立刻失去候位资格。钟声响了以后才能翻开考卷哦，准备开始哦。